去地桶，那叫地桶，那个叫做地桶。等一下，不要切到我的手。那这个虾子头啊，等一下可以来做汤汁。所以这时候可以顺便把这个壳剥一下。妈妈也要再吃饭钱。被你偷吃光了，等一下就没有得吃了。我就是要偷吃光的。嗯。通常都没有再去前面的。如果你有去的话，就可以顺便一起去啊，因为其实我觉得一样会影响到口感。加上番茄了，然后加虾头，然后加水，加蜂蜜。虾子肉如果熟的话，我们可以先把它捞起来，以免等一下太老，太老就不好吃。虾子，来，把它藏起来，哎，要铺平哦，这样，这是三个人的份，每个都要均匀的淋上蛋液，然后等一下再帮你铺平。好，这个掉桌上的我吃。你这样子都霸占了。好，来悠悠给你吃，试试看好不好吃？要吹吹，不然会烫嘴巴。小心哦，不要被烫到。你觉得好吃吗？你以后还想吃吗？姐姐妹妹，我们今天吃海鲜焗烤炖饭。换谁吃啊？换谁吃啊？换琪琪还是香香吃啊？要不要？你要自己吃，拿手，拿手。好了好了，自己拿自己拿，爱自己拿。不要是吗？
今天要分享的宝宝煎饼呢，不论是野餐啊或露营都很适合。你加什么？我加酱，看起来吃。我不要。哈哈我吃完了。你吃完了，你还要吃吗？好的。妈妈拿，妈妈拿，沾一点番茄酱。是我担当。好吃。好吃啊。如果你用薄片这样削啊，可以比较省时，而且削的比较小片。到时候我们在后面弄的时候啊，就可以比较省力。今天吃的是肉燥饭，你先吃，你先吃。手指食物食谱花椰菜蒸蛋，这个质地呢会比一般的蒸蛋还硬，是很适合7到8个月的孩子呢当手指食物。重点啊是做法非常的简单。